刚才讲那一只啊，应该是水豚吧？这几年也变成动物明星，家里头那个不是保育类，所以有人会养在家里头。豚是哪个豚？猪的那个豚，豚骨拉面的豚。可是我都觉得哈，家里头养这种野生动物哈，第一个空间要够，第二个很痛。养这个不同种类的猴子。